中央有点大，学校里那附近，嗯，还有一会小区头和厕所在地里，有吗？你那里有马蹄线吗？有，我都没得时间去，哪时间去吃呀、啊？我买菜，上王河街买菜那么近，都没得时间还去吃马蹄菜。那人退休的人有时间有搞的，他们搞得我呀，砸了以后晒了那个主席台儿，学校不就在那个主席台儿晒好多呀？他们有时间上、啊，退休的老师有时间。我们每天课多的要命，都没得时间，连买菜什么也不知道的。你搞的，是吧？盖了，看了好得很。嗯，就是爱心的嘛，他带瓶还贵，带瓶还贵。嗯，他放的有蒜。闻那个蒜香味儿是吧？蒜、姜、辣椒三样。他们专门的喊他们买，他们在那个老太婆那。这可以自己做，把原材料买了，自己。贵，他好吃，他说。这三样原材料买了也可以自己做呀。我们自己买了。做，哎，自己买。添加回来。哎，买小米辣。对，小米辣，洗了上面给它晾干。嗯。姜。洗的时候不要把那个地方剥了。洗了以后晒干了再把它地方剥，再把它用剪子剪，不用刀切，切手拿，用剪子剪的小小的剪，再把放到这个这里呢，放到那个小缸的一个碗这里，这个碗这里剪了以后呢，就把它把盐把它料酒，把它一剥，不用手噻，剥匀了以后再不调个碗瓶子关，不用手，难说说的了。是的，它是三样东西，你知道吧？辣椒、姜，还有蒜，这三样放在一起，鲜得很。再把两条椒的。三样。嗯。我们自己做。还可以自己做呀。自己做。这东西，这原材料一来，自己都能做。嗯。这自己做的不是蒸一下嘛，是吧？那当然好吃起来。嗯、这是熟的啊，就有的装了的。嗯。这是碗好菜，这个菜。哪里有我都恨不得去吃。这几个农村种菜的人都拿把。